国家之强有赖大学，大学之大，大在大师。大学校长使命担当在前，身体力行向前，执着专业，探索实践，报国情怀，表率修为。中国经济大讲堂系列节目《奋斗在科技前沿》，敬请关注。如今，空气污染、温室效应、气候变化，令石油、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失去昔日光环，消耗巨大，储量有限，更是让能源危机的阴影笼罩世界。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仍在持续增长，能源消费结构也存在较大问题。2018年，我国能源消费中煤炭占59%，石油和天然气虽然比重较小，但是对外依存度很高。贫油少气，煤炭较多，我们如何充分发掘煤炭的潜力，保障能源安全？黑色的煤炭能否给我们带来绿色的惊喜？迎接能源革命，新能源百花齐放，氢能更是备受瞩目，甚至被誉为解决未来人类能源危机的终极方案。然而，目前氢能技术尚未成熟，还面临成本高、效率低等诸多难题。氢能社会离我们还有相当距离，氢能发展目前遭遇到哪些技术瓶颈？我们该如何突破？面对重重难题，催化技术被给予厚望。催化，一种化学作用，它可以改变化学反应的难易程度和速度，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重要现象。比如消化、发酵等过程都离不开各种酶的催化，而在工业生产中，绝大多数化学反应也都是在催化剂的作用下进行的。那在能源领域，催化技术如何大显身手？如何通过催化技术过解现实中的种种能源难题？中国经济大讲堂特别策划《奋斗在科技前沿》系列节目，特邀重量级嘉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包信和为您深度解读过解能源危机的金钥匙是什么。包信和长期从事催化基础理论研究和新型催化材料的创制，以及能源清洁高效转化过程的研发，在纳米催化基础、天然气和煤基合成器高效转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国内外学术奖励。面对我国贫油少气、相对富煤的状况，他立志未来能够像加工石油那样加工煤炭。为了这个目标，他偏于一隅，甘坐15年冷板凳，研究成果颠覆了90多年来煤化工一直沿袭的传统路线，有望使煤化工水耗和能耗大幅降低，被业界誉为煤转化领域里程碑式的重大突破。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包信和，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我今天呢，想从科技工作者这个角度跟大家来讨论一下经济与生态环境这个协调发展。好的环境问题是与能源有关系的，应该说能源这一块呢就离不开我们化学。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从化学家的这个眼光里，就未来的这个能源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化学能在这种绿色可持续发展当中能做些什么事？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催化科学。我本人是搞化学的，也是搞这个催化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谁知道这个催化？催化就是把一些难以发生的反应，通过一定的手段让它变得更加容易发生。是的，就是我们就看看通过什么手段能把它变得更加容易发生。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看看大家一起来讨论啊，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讲得比较清楚。我们都是搞化学的啊，我们很自豪，就是我们一直都讲化学是中心科学。首先我们生活在一个化学时代，这一点是没有说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周期表。我们现在用的能源呢，就是整个的这个能源环境当中呢，实际上我们化学一直在做的就这三个元素，一个是碳，一个是氢，一个是氧，就看这个当中怎么去来做。
那么碳跟氧，氧多了以后就是二氧化碳，是吧？碳跟氢起来就是烃类，烃类就是我们的油品啊，我们的化学品啊，我们这样一些东西。那么氢跟氧再起来就是水，所以我们化学基本上就是做这样一件转。催化是化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因为我自己是搞催化的哈，所以我就讲最重要。就大家可以看到，你这个电解水也好，你这个转化也好，你二氧化碳也好，你没有哪一件事情会离开催化这件事。我接下来就会跟大家来讲一讲催化怎么来促进这个绿色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就是聚焦在这个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碳，就是化石资源的优化利用，就是我怎么把化石资源把它用好。第二个事情呢就是二氧化碳，我有没有可以把它用起来。第三个事情呢也是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氢能和燃料电池这一块，到底我们怎么看。首先呢再看看我们国家就是整个的这个能源环境方面，就是你要讲绿色发展它遇到了些什么挑战。世界上这个能源呢结构它是这样，三分之一左右是煤，三分之一左右是石油，那么再有这个三分之一左右呢是这个天然气，还有一部分呢是可再生能源。但是对于我们中国这个情况就不一样，我们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煤主导这样一个能源结构。那么我们一直以来呢，我们甚至有些地方这个煤可以达到80%，但现在呢通过这几年这样一个变化以后呢，我们煤在这个能源结构里面的这个占比呢逐步逐步就降低。那么一个大数去年呢就是我们这个大概煤就占到这个60%左右，按照现在这个石油这个开采的这个量，就是中国探明的口开采的这个石油大概可以就是开12年，天然气大概就是30年这个左右，每一次多一点大概就是40-50年这个样子，或者是更多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对外依存度，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油，比如说我汽车加一箱的这个油，那么现在一个大数呢70%左右是进口的，那么30%是我们中国自己开出来的。那么天然气呢大概40%左右是进口的，那么50%左右是我们自己开出来的。中国的能源强度非常高，能源强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10,000 GDP 的东西，我们中国花掉的能源跟这个国外花掉的能源不是可比的。本世纪初的时候呢大概是日本的8到10倍，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生产$10,000的 GDP， 我们消耗就比如说是8吨的煤，日本人可能就消耗1吨的煤，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效率确实是非常之差的。那么再加上就是由于这样一个烧煤的这个事呢，就是我们这个环境上面空气啊水啊这个上面这个污染非常之大。所以到底我们中国怎么发展，那你也不能因为环境我就不发展，因为大家还要生存。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图在这里，2000年到2018年就是我们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所谓依存度呢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就是说我们到底要进口多少。大家可以看到2018年我们进口的天然气大概是45%，进口的油依存度大概是70%。我们中国我假如说不买人家的，我们中国自己有没有呢？我们现在一年开多少油呢？我们一年大概就是最大的这个出量开到2亿吨左右的油，现在差不多1.9亿吨这个样子。那么我们要用多少呢？要用6亿吨的这样一个油呢，那么接下来我们肯定是开不了这么多。但我们中国呢就是真正资源比较大的，相对来讲比较大的我们就是煤，自然界他们是有他的这样一个安排，中东那一块就是油多，哎，我们中国这一块相对来讲就是煤多。那么大家有没有到这煤矿里面，有些那个煤矿那个高度是吧10几米全是煤啊，就对待那种你再用机器去把它挖出来就是煤，而且就是好煤。所以对我们中国来讲有一件事情是很要做的，而且是战略性的，就是怎么把我们已有的资源就是煤变成我们油少的油，或者是我们的天然气，或者我们的化学品。这块东西美国人做不做呢？美国人他不做。为什么不做呢？因为他这个油啊这个天然气很多是吧，他根本不会叫煤来做这个事。欧洲人做不做呢？欧洲人也不做。那么实际上这块东西就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作为我们的战略的这个储备，我一定要做的。我做完以后是不是马上就开成厂大量生产，这个不一定，这个要看经济的是吧，经济有需求我就把它用，经济没有需求我就不去用这个事。但是我一定要知道怎么做，就把煤变成油或者变成化学品，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做的。我想我们
在座的可能也有很多人也就做这件事儿。这件事情呢，还是我们中国人做的最好。你比如看，从这个煤制油这一块，我们中国16万吨的煤制油做了好多。我们中国最大的一个煤制油的工厂，在这个宁东，在这个宁夏这块地方，最大的一个装置，400万吨油，就是一年可以产这个400万吨油。哎，这个就很大。你实在封锁了是吧？我400万吨油，我最起码飞机还能开起来吧，是吧？中国呢还做一件事，就是把煤呢先变成甲醇。煤变成甲醇以后呢，我再把这个甲醇变成烯烃。烯烃是一种碳和氢组成的化合物，它是重要的化工基础原料，广泛用于生产塑料、橡胶、服装、汽车、家具、装饰材料、包装材料等多种产品。在工业上，烯烃主要通过石油裂解来生产，也可以通过甲醇、乙醇等其他原料制取。如果能直接利用煤生产烯烃，可以大大降低石油的消耗。煤变成甲醇以后呢，我再把这个甲醇变成烯烃，以后呢再把它变成聚烯烃，整个这是一个产业链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画红旗的这块地方是我们中国的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呢，就是我们中科院这个大连化合所，就是我原来在的那个研究所做的。那么解决了中国很大的一部分烯烃从哪来？就以前这个烯烃我们都怎么来的呢？都是炼油过程当中产生的石脑油，石脑油呢把它裂解变成烯烃，就10吨的原油，大概可以炼3吨的石脑油，3吨的石脑油呢可以炼1吨的烯烃，10吨的原油才能给搞到1吨的这样一个烯烃来。那么我们中国大概一年消耗大概这个烯烃呢可能就4000万吨这个左右，那么也就是说呢炼油能力就要到4亿吨才能够做这样一件事。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有1000多万吨我们可以从煤来。那这个解决了很大的这样一个问题了，所以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一谈谈到这个煤这件事吧，好多地方都打怵。为什么打怵呢？因为煤一个是它污染，一个呢就是中国还出水。大家都知道，可能有些人这个对这个煤化工了解都知道，你要找煤化工它一定要用水。我们到底怎么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煤。这个煤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你不要以为这个煤就是个碳了，不是的。你要把这个煤仔细去看，里面它有很多分子。这个自然界吧，经过这个光合作用，把这个二氧化碳跟这个水啊什么东西弄在一起，氢同碳弄在一起呢，就变成不同的芳烃啊，这样一个烃的分子。后面呢，再埋在地下去以后呢，这些分子慢慢就在这个里面了。那么这些这个分子呢，好多都是我们需要的。那么大家在想，有没有可能直接把这个煤用催化剂像剪刀一样的把它剪下来，变成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呢？那么大家知道，这个石油炼制，它是用催化剂把这个油品把它剪断了以后，拿出我们需要的东西的。那么哪一天有没有可能这个煤也找到一个催化剂或者怎么样把这条剪断，不是我们就需要了这个东西了吗？1924年，就是两个德国人，一个叫 Fischer， 一个叫 Topsoe， 他们呢就是把这个过程就弄出来，叫 FT 过程。90多年来一直是这样一个过程。沸脱过程是怎么做的呢？是用一个水跟这个一氧化碳反应，变成了一个氢气加二氧化碳，水煤气变化反应。那接下来一个呢，再用这个氢气呢，把这个一氧化碳当中的氧给拿掉，变成了水。那再呢，跟这个氢反应，哎，变成了 CH2。那我们现在做了一个什么事呢？这个十几年呢，我们就做了一件这个事，就不用这个沸脱反应这个催化剂了，而用另外一种氧化物这个催化剂，就直接用催化剂把这个一氧化碳跟这个氢反应变成了 CH2。那么这个一个是你不用水了。这循环是没有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把这个3步的这个反应，最后就变成1步的。现在世界上做的最好的，比如说做烯烃，也就做到58%这个样子。那我们这个反应用这个反应去做，因为它选择性高了吗？那么它一下子它可以做到90%几。大家知道这个58同90几可是差别很大的。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呢，我们不光是就做这样一个反应，就是我们把这个概念呢就进一步推广。它实际上是一个生产平台，弄了这个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鸡蛋液丁这个芳烃包括氧化物都能生产，所以呢未来就这个东西假如做成以后呢，就做成这个平台，最起码可以做成少用水啊，少排二氧化碳啊，少耗能啊，因为这个过程就这样的，而且它的选择性高啊，所以这个过程呢也就是一个绿色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为什么讲催化能够来支撑绿色发展呢，支撑这个协调发展呢，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做的一件事，就通过催化在这个煤化工当中怎么来支撑这个绿色发展这样一件事。那么我们搞科学
我当时这件事呢是在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做的。大家知道这个化物所呢是一个科研单位，它呢是比较注重出来的东西呢你怎么能够把它真正用起来。所以呢我们就从2016年开始，那就做了这么大一套这个装置。装置有多高呢？大概60米高，60米像那种20层楼是吧。反应器呢就摆在这里面。今年的中秋节正好是9月13号，正好呢我就在那里了。你看这个月亮，哎，还是蛮好的，实际上是0点这个左右。那我们就很高兴，就开车做这件事。那么后面呢就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大装置上，一氧化碳转化率大于50%，就一次性大于50%，而且这个里面烯烃的选择性大于这个75%，这个样，而且结果呢比这个实验室里还要好。全球变暖已成为制约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温室气体排放将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引发冰盖融化，极端天气和海平面上升，危及人类生存。二氧化碳是当今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也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联合国专门针对二氧化碳减排进行过诸多努力，但是在科学家眼中，二氧化碳除了危害还是一种储量丰富的碳源，如果能借助科技手段将其变废为宝，不仅能缓解碳排放引发的温室效应，还将循环利用成为理想的能源补充形式。如何将温室效应的元凶变成我们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呢？请继续收看《奋斗在科技前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包信和为您精彩解读。什么叫温室效应呢？小时候在我们那个乡下吧，有买那个棒冰，这个棒冰呢摆在一个箱子里，上面用被子把它盖好，是吧？就有人来买了呢，几分钱一根就拿走了。我小时候呢就一直就想不大通，这个棒冰不是怕热吗？为什么用被子把它盖起来？是吧？被子盖起来不是更热了吗？是吧？因为我们平常都有这感觉，冬天才盖被子嘛，为什么把它盖起被子出来了呢？实际上后来慢慢就知道是隔热，是它跟着不氧热量散发出去，它就能给保温吗？那这个二氧化碳呢，大家现在就认为呢，二氧化碳就是多了以后呢就在我们这个大气层上面呢产生一个像被子一样的东西，把这个地球给盖上了。地球能量从哪来的呢？是从太阳来的。太阳来的这个能量以后呢，有很大的一部分能量是要通过红外光散发到这个大气当中去的。那么这个散发去以后呢，地球的这个温度基本上就能保持平衡。那么假如说把这个地球给它盖上一个被子，不管厚的薄的，散发起来不就是难了吗？那么地球温度不就增加了吗？所以就是根据这个理论所说，这个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世界上呢大概一年是排400亿吨左右的这个二氧化碳，就是排到这个大气这个当中去，大家可能都不能想象这件事，是吧？以前呢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是非常之低的，总量是非常低，我们人均这个排放就更低。那个时候这个欧美这些发达国家排放的量是很大的，但是这几年以后呢慢慢它这个量的增加，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欧洲的，这个是美国的，就没有很大的这个增加。那么我们中国一开始改革开放以前呢经济不是非常之发达，所以我们这个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线是很低的。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大的飞跃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二氧化碳这个排放量是非常之大的。那这个呢是统计到这个2018年，一个大数就是中国每年要排100亿吨左右的二氧化碳，而且我们中国这里面呢基本上都是工业上排放的这个二氧化碳特别多，以煤为主的这样一个结构呢，使我们中国在这个环境上面就是这个压力是非常之大的。国际社会呢就坐在一起，大家商量，大家就认准了这个二氧化碳是一个温室气体，就是排上去以后呢对这个地球的这个温升啊，包括这个环境啊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大家就在想，我就要限制这个二氧化碳。那么这个西方人呢他就说我先限制，我先把它限到多少多少。但是他们怎么做呢？他先把一个总量先把它控制好，他就说我就先把它，我该减的我就把它减下来。他一减减下来以后，假如总量减掉他减下来这个数以后呢，那么就是剩下来就是我们这些发展的国家就没得好排了。所以呢这个巴黎协定也好，这些气候谈判也好，我们中国还是在里面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么我们最后中国人我们就认为什么呢，就是你们西方呢你们发展的比较早，
因为这个二氧化碳在大气层里面嘛，也不是说十年二十年，可能都是百年或者几百年，那个时候你们都已经都排了，然后现在我们要发展了，你特来限制了，我们就不能排了。万一未来哪一天世界上大家都说这个二氧化碳是一个问题，中国人排放了三分之一的二氧化碳，那我一定要收中国人的税。现在碳税不是开始收吗？曾经欧洲有一段时间，这个飞机飞到欧洲去要收碳税的，不收碳税他飞机不让你降啊，因为你飞机排放二氧化碳嘛。所以哪一天真正就是人家来说这件事了，我还真没有办法弄这件事，是吧？那么大家又在说了，我能不能就是用能源但是不排二氧化碳呢？我前面也跟大家讲了，你这要是用了这个化石能源，碳加氧总要产生二氧化碳，你一吨里面你就要排出两三吨以上的这个二氧化碳出来，你毕竟要排出来的。人家就在说了，那你说叫我减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能量来的，那么我就少用能，少用能发展是不是就有问题了呢？你比如说这是日本，当时就是人均 GDP 这个是美元5000美元的时候大概排这么多二氧化碳，到了这个20000美元的时候就排这么多。那么这是美国，美国呢这个一开始哎在这后面它这个排放是非常之大，那么大概到了这个2000到2500的时候呢，哎它慢慢就平下来了。我们中国现在在哪呢？中国差不多就在这9000美元这个样子啊。那么假如按照我们中国这个排放跟美国人一样走以后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数字走，这个数字走到20000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差不多就要排这么多这个二氧化碳出来，那你这个能行吗？你肯定不行。所以呢我们中国呢就要想对国际社会就承诺了，我现在怎么做呢？我要把这个二氧化碳量我要变成这个样子。二氧化碳排放它是与这个发展是有关系的，那并不是就是说呢你少排了二氧化碳就一定是发展就慢了。那么从这个地方来看呢，就是跟发展这个关系呢也不是完全对应的。那么也就是呢我们还是要想办法用可再生能源少排二氧化碳，这样呢就对这个国际社会对大家都有好处。但是我们现在又要讲一个事儿，现在我们假如说可再生能源也不多，那我现在这个二氧化碳也都排出来了，或者我马上还要排二氧化碳，那我怎么办呢？那美国人想个什么办法呢？说叫 CCS， 就是二氧化碳的捕获，产生的二氧化碳呢我把它收集起来，收集以后呢把它就是变纯了，变纯了以后呢再把它压缩，最后呢再把它运到北到哪去了呢？就是他就说我们不是开了那么多煤吗，能不能把这个二氧化碳压缩的这个二氧化碳呢就藏到那个下面那个矿这个里面去，或者藏到这个岩石这个里面去，还有人说呢藏到那个海底，藏到那个地方去。这美国人这个弄的方法叫 CCS， 花很多钱，这个大家都在做这件这个事儿。那么大家判断一下这个事情是不是靠谱呢？就是摆到这个岩层下面去啊，或者摆到什么这个地方去啊，当然你要假如保存的好也是蛮好的，万一哪天地震了或者什么东西是吧，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费用特别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发电厂现在最高的发电厂的效率大概是50%左右，就能源效率50%，就一半是这个照顾废热散掉了，还有一半呢就是这个发了电了。你要假如用这个方法去弄以后呢就变成40%，那么也就是说呢有10%的这样一个能源都处理二氧化碳去了。那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合适是吧，也不知道，但是现在也在研究，也没有哪个地方大规模的做这件事。那么马上就会有人问了，那我能不能把二氧化碳用起来呢？最近还有人在做什么事呢？就是在这个电解上面二氧化碳加甲烷，这个两个共转化以后呢变成这个化学品，变成什么化学品呢？甲醇，接下来再变成乙烯，变成这个乙醇，这样一个东西。那么未来假如说直接用电把这个二氧化碳在电解上面用这个水或者用这个甲烷这样东西能变成我们需要的化学品，哎，这个过程我认为还是可行，因为这个电化学过程还是规模可以做得比较大，而且它的这个法拉第效率相对讲比较高，就是专业性比较强一点，这是一个事。实际上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把二氧化碳转化这件事可以干成一个储能的这个过程。那么也就是说呢，你把这个风能啊弄来，把二氧化碳哎变成了这个甲醇了，那么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光这个电风产生的这个电能呢最后就变成了这个甲醇，把能量注到甲醇里面，那甲醇里再一燃烧又获得能量了。那么很多人就畅想了未来有没有可能做成一个树叶啊，因为树叶我们光合作用是把水啊二氧化碳变成我们需要的烃类了，未来有没有可能哎用树叶这样一个东西直接就把它去转化。那么还有人就用光反应器直接二氧化碳水加进去，光一照催化剂
那下面就得到燃料油品这样一个东西，有没有可能呢？我自己认为是可能的，什么时候呢就不知道，是吧？就得要靠大家来做这个事。所以我想这个大家都是任重道远，这个事情科学上都是可行的，就怎么把这些事情变成一个实际的过程，这个就得要大家去费很多劲来做这件事。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人类对能源的追求永无止境，而各种新锐能源正演绎着各自的风云，试图在未来的能源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氢能就是其中之一，它被称为21世纪的终极能源。在人们的期待中，氢能取之不尽，清洁高效，还不会产生二氧化碳这种温室气体，不会有化石能源的枯竭焦虑。2018年，我国将氢能源及燃料电池的产业定为发展元年，日本也成为全球首个将氢能发展定位为国家战略的国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氢能还不是最方便最实用的能源，很多卡脖子的技术问题还制约着氢能的广泛应用。未来我们如何解决氢气主要依靠化石能源制备的问题，怎样突破氢燃料电池的耐久性和氢气的储存问题？2050年将氢气作为新能源的愿景能否实现？请继续收看《奋斗在科技前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包信和为您精彩解读。现在很多社会上一直讲氢能，还有像这个氢能经济，这个氢能的社会都讲这样一个事情。但是我们搞化学的人，我们要有个判断，氢能到底会是怎么样，未来会怎么走，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才能说这个氢能这件事。那我们看看氢能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个能源碳跟氧反应，比如说这个油一反应一爆炸压缩以后呢，就是内燃机就来了，来了以后就产生能量。这个能量大概效率是多少呢？大概是30%左右，30%几这个样子。那么还有60%几呢损失掉的。碳呢自然界里是有的，我是能够挖出这个碳出来的，但是呢它出来的就是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自然界它还是很平衡的，是吧？很公平的，你有的东西它一定要给你产生出一些这个不好的东西出来。氢很好，跟氧一反应生成水，是不是？但是问题什么呢？氢自然界当中是没有的，它可以用燃料电池，你看，哎，也运行，而且它的效率还很高，60%，很高啊。但是自然界当中没有氢气，所以说在什么地方挖到一个氢气矿有没有呢？我看没有，是不是？天然气有的，没有人挖到氢气出来吧？所以也就是说呢，你出来的产品是水，没有污染，但是你这个原料是没有的。但是为什么会想到氢这个事呢？大家可以看到啊，从我们这个人类这个能源的这个发展来讲，最早是木材。木材基本上就是碳，一点点氢，后面叫煤炭，煤炭里面呢大概是2分碳1分氢这个样子，再到后面呢就石油，石油呢大概是2分氢1分碳，再后面就天然气，天然气呢是4分氢1分碳，是不是？所以从这个看下来以后呢，基本上人类这个能源是逐步逐步向氢碳比高的这个方面去走。所以大家这样一想以后呢，未来是不是可能就变成全是氢了，就没有碳了？第二个呢，就是我前面跟大家讲的，这个氢自然界当中没有，但是它可以再生能源跟水呢电解，它就会产生氢，而且它可以跟可再生能源就连在一起了。所以有这些条件这个弄在一起以后呢，大家就认为氢可能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氢能未来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能源体系当中，它可能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么现在的能源体系是怎么做的呢？化石能源我们把它变成液体燃料，油啊这样一个东西聚合到终端用户。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呢，是化石能源就是发的电，电了以后呢也变成终端用户，这个样子，是吧？但我想未来再怎么变，这个电总不会少，核能也好，光也好，风也好，它这个电是不能少的。但是电你能不能开飞机呢？现在最起码也还没有，是吧？假如说未来，哎，有了氢，那这个氢燃料电池可以开飞机，可以开船，就类似于跟油差不多一样的道理了。所以这个未来这个能源体系当中呢，就有可能氢就替代了现在的这个液体燃料
这样一个角色。那你要把这个氢能这一块你要把它做起来，有个很长的产业链。产业链首先我不是前面讲了吗，是没有氢的，你要自备去氢出来。那么接下来以后呢，储存啊、转换啊、应用啊这套东西，所以整个一个产业链，大家可以看到好多做研究的人就在做这么一件事。你比如说自备构成制氢，氢到底从哪来，制氢的方法很多，化石能源、水电解、化工原料、工业尾气，这个东西自备都很多。那我们中国现在也有一个图，大概多少氢从哪来，多少氢从哪来，都有这个图。但是呢非常遗憾，全世界一年大概用5000亿立方米的氢气，这个氢气里面呢4%是从可再生能源来的，96%是化石能源来的。化石能源不也排放二氧化碳吗？所以也就是说你这个氢能经济、燃料电池你要把它搞起来，你一定要跟这个可再生能源连起来。未来可以从可再生能源、光、风、核能，能够把这个水变得氢，只有在这个时候呢，整个这个氢能才能够运起来。所以我要套用一句广告词，这个自然界当中实际上是没有氢的，没有氢能的。这个氢能呢实际上就是可再生能源的搬运工，实际上就把可再生能源从这里搬到那里而已。那么接下来就是转换，就是燃料电池。所以这张图大家可以一看，基本上就是氢能燃料电池里面大家在做的这样一些事，都在做，方方面面都在做这件事。但是接下来以后我们到底有什么卡脖子的事情呢？你也搞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就没有搞起来，是吧？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是制造技术，怎么把燃料电池制造的非常之可靠，特别是里面呢有一个，大家可能搞化学，我也讲催化了，这个氢跟氧在这个上面反应啊，它是不反应的，它一定要有催化剂。催化剂是什么呢？贵金属，这个催化剂用铂巴这样东西，这个铂巴了，这个贵金属呢它是吸附氢或者吸附氧，解离以后呢氢氧才在表面反应，反应以后才电子传递，才发电，这样一个东西的。所以大概算了算呢，就是现在最好的就是这样一个技术，一部这个车子大概现在的条件呢是用50克左右的铂金。你们现在谁有一个铂金的项链啊或者一个盖子啊，50克也不这么容易吧。那么你搞一个车子你就要50克，50克倒是出点钱倒没有什么问题。你比如现在有钱的50克能有多少钱呢？50克我估计可能几万块钱可能也能拿下来吧，是不是？也不一定算什么，但是它没有这么多量啊，自然界当中没有这么多量啊，所以就有问题。所以就出来一个什么研究呢？非贵金属催化剂做燃料电池，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这样一个研究，它的耐久性已经获得了比较好的突破。原来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就是燃料电池在实验室做，做3000小时、5000小时一点问题没有，但是一开到车上去，1000-2000小时就不行了。为什么就不行了呢？它燃料电池里面它是要吸空气的，不是吗？那空气里面我们为什么添不来呢？是空气里面有这个粒子，粒子里面就有金属，贵金属，有其他的这样一个东西，有硫，有这个东西。这种东西呢一吸气进去以后啊，这个燃料电池这个催化剂啊它就慢慢就中毒了，就有些东西膜也就堵塞起来了，催化剂就中毒了。本来在实验室搞得好好的，到这个地方就不行了。那接下来一个呢还重要的一个事情，储氢。就是说你这个氢啊，大家知道这个实验室也有氢的这个钢瓶，氢是很轻的，是不是？那你要把这个氢你要把它带到车上去，你可不能弄太大的东西，你一定要把它弄得很小很小。那现在有三个办法把它弄得很小。一个办法呢，压缩氢，就把氢压在钢瓶里。我们现在不是用钢瓶吗？但我们实验室的钢瓶的这个大气压130个大气压，150个大气压，是不是这样子？很少在实验室有200个大气压的这个瓶嘛，150个大气压。那现在呢据说车子上中国现在已经在搞标准，搞350个大气压。日本人是搞多少呢？700个大气压。大家可以看到700个大气压从300个大气压就差一倍多一点，从这个150个大气压相比就差5倍，是不是？那么也就是说呢，你本来你150个大气压，你这个氢在车子上你跑100公里，那你要假如就700个大气压就跑500公里，不就这样子了吗？所以这个取氢呢相对比较好的还是这个氢瓶，现在呢基本上世界范围之内都是干这件事。那第二个事件是什么呢？就把氢冷下来，液氢。
冷下来到这个地方呢，再把它释放这个出来，这个密度也是很高的，但是安全性差，而且它要耗很多能量把它冷下来，而且在行驶过程当中呢，你还得要这个瓶子就像那个水瓶一样的，你不能让它漏气了，一漏气以后热量就进去了，就放出来可能就得爆炸了，所以呢安全性这点还有问题。第三个事件呢，我们这都是我们化学搞的材料取氢，各式各样的取氢材料，高分子的也有，金属的也有，用这个材料，用这个单面碳管的也有，什么样的东西也有，但非常遗憾什么呢，迄今为止重量百分比都没有达到6%。那么也就是说呢，你100公斤的这个储氢材料都储不了6公斤的这个氢，那么也就是说呢，你这个储氢的效率是太低了。哪一天储氢假如达到10%，哎，这个样子就好了，因为它压力也不高，是吧？就储在这个里面。所以呢，就你要燃料电池要做起来以后呢，你这个氢储氢的这个事情你还得要考虑，你不考虑你是没办法走下去。日本人最近推得很厉害，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日本人已经做到什么程度呢？到2040年，他要普及。现在2020年呢，他就示范台。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日本人是用这个700个大气这个储氢的，那么他这个地方大概储的重量比呢是7.5%。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里面用个大的瓶子，它可以走得很远。那么它现在基本上呢，行驶里程，据说到2040年的时候呢，可以跑1000公里。哎，大家想一想，假如要加一次气，跑1000公里，倒也是蛮好的，是吧？我们中国从奥运会开始，就有燃料电池车的示范，从上海的那个世博会开始，一直在做这样一个示范，包括现在还在做这个示范，一直在做，做的也是蛮好的。但是呢还是有很多问题，特别是呢就是这个制氢，大家知道张家口我们是2022年是要搞这个冬奥会的，冬奥会里面就希望能够推氢能燃料电池这样一个事，所以呢最近他们就在搞一个项目，就是用这个风通这个太阳能产生电，电解水制氢，制氢以后呢就运行这个燃料电池车子。这件事情假如做成了以后，我认为意义还是很大的，经济上可能马上起不到这个作用，就马上没有到经济适用的这样的程度，但最起码为未来做了个示范。所以中国呢也有个目标，到2035年，中国希望1公斤的氢呢能够降到25块钱。1公斤氢大概有多少立方米呢？大概就是11这个立方米左右，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跑得好的车子，据说1公斤氢可以跑100公里不到一点，这个就跑得很好了，是吧？就很好。所以这个燃料电池未来，你看，假如说这个1公斤就25块钱，25块钱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大家知道油现在多少钱一升呢？大概现在可能6-7块钱左右一升嘛，是不是？那么我再问你，大概一升油能跑多远呢？小车，大概一般的100公里，好的车子耗油大概是最好的可能5-6升这个样子啊。那个大车，就是那个大的那个 SUV 啊。可能就是要15升这个样子，是吧？才能跑这个100公里。那么100公里就假如说10升的话，那么就是要60块钱，是吧？那假如说这个地方能够变到1公斤跑100公里，25块钱，就是跑50块钱，我认为也是合适的。我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了，是叫催化，在三个过程当中的绿色的发展当中的应用，一个是化石能源的利用，第二是二氧化碳的这个转化利用，第三个氢能燃料电池。所以最后呢，我也希望就通过大家不断的宣传啊，就是我们中国要做到绿色这个协调可持续发展。谢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中国经济大讲堂，再一次感谢，谢谢大家。财经频道。
看见价值。